我不会到出不去吧？我跟你出不去，我觉得你出不去。那我对他没对出来白痴，走吧走吧，我活该。对啊，被他反向，对，被他反向丢，好扯。那我怎么帮你卡？我是觉得没办法，对出去吧。就玩一下。他自己卡住了，他卡住了。自己卡住了，他自己卡住了。猴子在哪？猴子，哎，我觉得正面，正面，正面，正面。你先骗一刀，哎，可以，哇。 再骗一刀！哎哎，阿布西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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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那我真的没办法了。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哎哎哎，没摸，你不能爬，你不能。OK。那我的，我问你，菜鸡点的。哎哎哎，又要再玩一次，好像可以下来，为什么？ 再一次，再一次！你要扭，你要扭。他没有在看后面。扭了？你白痴，你在干嘛？白痴，过不去啊！你不能动！啊，我又爬了啊！我刚好要动。要讲几次？要几次？你先要来几次？是啊。嗯。 尽力啦，最后啦，没啦，你自己要躲掉啊！我跟你讲，他刚完全没在看后面。还有一个，没啦，上肩，九，直接上肩。我要睡觉了。可是我刚刚那边出不去，我要怎么办？你要扭啊！看，你被卡在这。我说，对啊，你不会这样子啊？你说怎样？你是不会这样子啊？ 我没看你画面，你看。你转一圈不就出去了？你为什么要跟他顶脸？为什么要顶他？转一圈，如果没回到我，我被回到。你转的时候逮他，你转的时候逮他。你如果啊，就算你不转，你也可以停下来指他。哦，你说比较快爬吗？是不是？对啊。他会取消掉你翻的动作，因为你被卡脸，你是过不去。直接开始爬。滚一圈真的没救。